我们发现梦琪无论是平时追逐梦力泡泡，还是接近敌人的能力，还是稍稍差了一些。我们会尝试提高梦琪的基础移速来改善这一点。此外，梦琪的技能释放频率还是略低了一些，这主要源于大招过长的冷却时间，这让梦琪使用起来略显单调。我们尝试降低大招冷却，使得梦琪的技能能更好的相互配合起来，同时也补充了一些伤害，让梦琪对泡泡的操控获得应有的收益。